你说感觉无味，我想也是。我们只是玩玩而已，收拾一下，重温游戏的规则，最后一次，一起玩一个删除回忆的游戏。七条简讯，从手机上删除四秒。挑起枕头上的几根发丝，一分钟。昨天扔在地上的衣服丢进洗衣机，彻底洗净，三十分钟。摊在太阳底下晒干，两个半小时。你吃剩的早餐，五秒被我吞进肚里。数着你静静离开的脚步声，从门口到电梯，一分半钟。我之前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？要玩这个游戏，就不要嫌它残忍。玩得起，就要狠狠地放下。你不是不知道游戏的规则，心软就等于作弊，霸占下一个人的时间，公平吗？把你用过的牙刷扔掉，三秒。打开家里的除臭机，一秒。把你一盆盆口渴的花灌醉，五分钟。告诉我们家里的猫猫，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然后骗他们说，早餐是我做的。三十分钟。我们之间的证据销毁了，一干二净，一了百了。我们只是玩玩而已，收拾一下。身边的朋友都看得出，我对你是没感觉的。正如你说过，你是一个无味的人，于是我对你真的也没了感觉。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需要一个人静静的，总共三小时三十七分十三秒，自己玩一个删除回忆的游戏。你说你索然无味，我何尝不也是？